大家来参加哈、哦、这个义调活动，非常的感谢，哦，也谢谢我们 KP 帮我们摄影，嗯，啊，谢谢。你常来嘛？看这边怎么钓比较好钓。来，我们来访问一下林大哥，这边平常来要怎么钓比较好钓？这边的话，高居尺的话 ，V 尺基本上黑格在南岸，那金鲳的话在北岸钓中侧的部分，中间的部分。中间的部分金鲳会比较多。啊，钓法呢，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？黑格基本上是沉底，那金鲳的话就是三连钩浮标。金鲳三连钩浮标，有时要用双浮标比较好，因为咬的号吗？不是，它吃的比较水层比较上面哦，所以基本上双浮标是比较强。了解，啊，用的饵嘞？你大哥平常都用什么饵？烟虾人是最强的，烟虾人最强。对。啊，可是这边不是不能用石饵？石饵那是那个龙胆的部分，龙胆部分你要跟场内买。了解。好，那综合。高级尺的话，腌虾仁可以自己带来。腌虾仁可以自己带，腌虾仁最好用。对对对，好，各位知道，下次要过来试一下林大哥的建议，高手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直接丢下去了。我们看一下，下去不到十秒，我都还没勾饵，马上中鱼，马上中鱼，黑格一只，肥肥的黑格，我上次吃过，超好吃的。